想到真正会厌气啊，未输敢来西宫的哈鬼啊！三马合作，谦卑、谦卑再谦卑啊！三马讲，百姓所讲的话，政府若无听到，会当搁较大声，煞来搁会当当伊当倒，凊彩甲听听的，未输敢来教得放屁。有一天，一个善下人去到袁贵因家，袁贵就赶紧献苏永仁、潘安琪出来。啊，人客啊，啊看到安琪啊，啊心肝内在想讲，哦，人这好野人的袁贵食物件可能较讲究，安琪摕起来伫八皮，啊八煞才要食，啊袁贵就讲命咧，啊，有他食，餐皮煞八条，你也多济。哇，去予请一个善下人，心肝内伫想讲，啊，有够衰。第二遍，搁去到袁月因家，这个善下人，因为头一遍食番薯八皮去用命，第二遍毋敢八皮，摕来几粒布，袁月就搁讲话啊，啊，有通食，食番薯八只皮都煞半段。啊，拢伊讲的啊，伊讲的标准。啊，台湾人何其何强啊！是当时针对着美国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个小弟吧。民进党要是在野的当阵，坚持为着台湾百姓的健康，美国的毒猪肉绝对袂当进口来台湾，危害台湾百姓的健康。迄是是当时。民进党要伫在野的当中，伊所讲的、所坚持的，咱听着心肝偌爽的啊！赞！这个政党拢为着台湾百姓的安全设想，殊不知去年八月二八，一道行政命令开放美国的毒猪肉，要来毒害台湾百姓的健康。煞咧，因遐无聊，佫讲。啊，无要紧啊！美国迄个毒猪肉，你只要一天200公斤，卖食超过33块。讲几号码多啊？33块是6.6公斤11台斤嘞。一个人一天摕摕食猪肉，互你做讲健康诶，食11台斤落腹肚底，啊胃都崩去啊！啊，讲迄个鬼话，是无道理诶。卖持续搁凌迟台湾百姓。你讲的拢对，人是坚持不爱食美国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迄个小猪肉，毋是不爱食美国的猪肉，啊硬硬白白布，硬要染到乌，安尼敢对？食番薯八皮嘛毋对，无八皮几粒吞嘛毋对，标准拢你定的，哪会遐阿爸？莫怪香港的周刊，伊会写咱台湾讲民主的独裁，就是安尼来的。民主无法治啊，标准上讲的，伊讲的拢对啊，乱来咧，阿爸咧，错人耳甲夭寿咧，胡言乱语啊，凊彩讲讲的。一支嘴假假叫啊，未输敢咧破鸡枪咧。冬瓜皮油油，口皮麻麻；苦瓜皮粗粗，无口皮麻麻。针对着桃园近海有一块海藻带，迄毋是金钱买会到的，迄是时间的累积，偌久？7600年才会当形成嘞，张弟听啊，7600年，是当时即卖执政党要是在野迄当阵，看到即块土地，一定爱甲保留起来，这是世界硕果仅存的嘞，爱好好啊甲保护嘞。啊，什么执政为着接收天然气，伫即个所在要爬起来坡顶接管。而要将这个海藻带甲毁掉，一旦若毁掉，无倒去复原的，
莫怪坐坐台湾的青少年朋友、帅哥美女啊，全力反对，70%-70%的人反对政府的伫这个所在做三阶天然气接收站，这若废掉就无去啊嘞，啊保养拢无所在啊嘛，真正有遐个热天嘞，大自然所形成一个正好的地理环境。水中的鱼的水质，包括天顶伫飞的海鸟啊，拢伫遮即个环境伫遮生活，这是一个环境的指标咧。啊，什么？即马为着要接收天然气，创啥拢不差，要甲吞吞掉，乱来咧。冬瓜皮油油无口皮嘛咩？苦瓜皮粗粗口皮嘛咩？啊，就讲讲台湾要让全世界知影地球顶端有这个报道，全世界拢伫注目个，尤其是大自然的生态，绝对袂使甲破坏。所以政府嘛伫讲，讲台湾要甲世界接轨，若要看你安尼做哦。参这个所在这珍贵，嘛要甲破坏哦，要甲世界接轨哦，接轨啦，伤天害理嘞。